I'm back。我猜哦，你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富二代。我其实不是富二代，是富三代。我们两个从以前就是最了解彼此，不是吗？难道就没有一次想过我是喜欢你的吗？一个结过婚又离婚，还怀过别人小孩女人，就这么喜欢啊？因为我有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吗？6月11号晚间8点到10点，因为你如此耀眼，全台首播。